大家好，我叫 Derek。 首先我们讲回呢，较早前呢我们做的下肢肌力训练，有时候帮助长者怎样日常生活的行路啊、行楼梯啊这样。咁上肢嘅肌力訓練咧，亦都唔可以疏忽嘅，因為日常生活咧，我哋好多時都會做到一啲推啊、拉啊、舉啊，甚至乎拎重物咁嘅動作啦。咁所以亦都需要強化翻我哋呢五部分嘅肌肉嘅。咁今集咧，我就會做上肢嘅肌力訓練啦，就會利用一條橡筋帶教大家做五個動作，主要訓練曬咧上身嘅肌肉。第一個咧，我哋會用橡筋帶咧，我哋會做個胸肌嘅。首先咧，將條橡筋帶翹一個圈試下先，擺喺個背脊度。好，先伸直兩隻手啊。嗱，重量咧難度咧，其實視乎翻橡筋帶嘅重量啊。好，我哋吸啖氣，收起隻手。好，之後推翻出嚟。好，呢個動作我哋會做十次啦。好，吸，慢慢落。好，一，第一下。三，出嚟嘅时候呼气，吸，四，吸，五，吸，六，吸，七，吸，八。吸，呼，九，吸，呼，十。好啦，这个动作呢主要呢就是练习我们的胸肌啦。咁就出来的时候收缩挺胸啦，夹住个肩胛，尽量不要被它喐嘅。OK， 下一个动作我会同大家做个膊头啦，咁亦都是利用条橡筋带啦。咁首先一条橡筋带呢，我们可以摆喺张凳度。坐住佢嘅，坐住佢啦，两只手一样啦，翘两个圈先。呢次只手摆喺后面，递高两边。好啦，一样吸啖气，吸，呼气向上推。呢个动作我哋都会做十下嘅。好，落嚟嘅时候吸气，呼，二，吸，呼，三。吸，呼，四，吸，呼，五，吸，呼，六，吸，呼，七，吸，呼，八。吸，呼，九，吸，呼，十。好啦，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，留意咧个前臂咧系垂直翻个地下，落嘅时候尽量唔好夹埋咗只手喎，垂直翻个地下向上举，咁就 OK 噶啦。OK， 下一个动作就会利用橡筋带去拉个背阔肌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攞條橡筋帶，我哋要扣起落只腳度喎，喺個腳面上高八個圈先，咁咧就冇咁易條橡筋帶鬆啊，驚一鬆嘅時候彈到自己啦。好啦，隻手一樣可以扣兩個圈啦。好，可以伸直只腳啦。好啦，吸啖氣，呼氣嘅時候拉向腰部嘅位置。好，唔好拉咁高啊，因为拉太高嘅时候咧，就会借咗第二啲肌肉嘅力噶啦。好，呢个动作亦都会做十下啦。好，吸气，呼，一，好，然之后放松，二，吸，呼，三，吸，呼，四，吸。呼，五，吸，呼，六，
給付出，給付白，給付九，給付十。好，下一个动作呢都会利用条橡筋带啦，我哋呢要做个老鼠仔啦，个轰二头肌啦。好，我哋一样会扣住隻脚啦，伸直隻脚先可以。好啦，之后伸隻手啦向前，好收入嚟。一。係啦，吸气呼二。三。吸。呼四，吸呼五，吸呼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。好啦，做呢个动作要留意咧，只手手踭咧，嗱，我哋净系个手踭喐嘅啫，收起只手嘅时候，只手踭喐就唔好跟住只手咁样成只手抽起咗或者收埋咗入嚟，一收埋入嚟咧就做翻头先个动作个做翻背阔肌噶啦。下一个动作咧，我哋又系会利用条橡筋带啦，做个三头肌啦，即系拜拜肉啦。我哋一样坐喺度啦，我哋可以伸直只脚咯。收起隻手，嗱，呢手踭褪後少少，手踭褪後少少，向後掹直隻手，係啦。好啦，呢個動作我哋都會做十下啦。準備曲起隻手開始啦，我係單邊做先啊，我哋先做左手啊。好，吸啖氣，呼氣一，係啦，盡量伸直曬隻手啦，吸，呼二，吸。呼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啦，个三头肌咧，我哋啱啱做完左边咧，我哋而家做右边啦。一样伸只脚啦，只脚踩住个地下啦。好，手踭收后少少，好，蹬直向后一，吸气呼二，吸呼三，吸呼四。吸呼五，吸呼六，七八九十。今集我就教大家利用橡筋带去做咗上身主要嘅五大肌肉啦，希望大家中意。如果大家喜欢我哋呢个节目，记得订阅我哋嘅健康好人生频道。我哋下集见，拜拜。喂喂喂，睇完片唔好走住啊！记得要订阅我哋，我哋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健康同埋养生资讯，陪大家追求健康，享受精彩人生。